A.K.A. 十字路口在播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都还没生？好，今天来到这个我家附近南雅夜市，那今天就突如其来，心血来潮来拍这个十字路口。那规则就是呢，我已经看到黑噜噜粉圆，那他就是我们第一站。那我们待会就问老板，他讲的那个食物的名称就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项料理。那我们就看今天有没有办法在南雅夜市达到十字路口成功。一个红茶鲜奶粉圆，老板，你有推这边吃什么吗？还可以啊，就是蛮好。OK OK， 完了，就是麻油鸡，我已经吃一周鸡搞完，你还要叫我吃麻油，所以我们是要麻油鸡，所以我们要找最后一个字是麻，哪有这种？哦，算了，那就黑嘟嘟粉圆，先最后一个是麻油鸡。圆圆什么可以吃？圆什么？好，圆圆，看为什么要选黑噜噜粉圆？圆圆烧，怎么会有东西是圆结圆开头？不错啊，这不错，只是我真的想不到圆开头是什么，还有麻结尾的。先圆开头先。那这有什么圆？圆圆的地瓜球算圆吗？圆可以这样吗？哎、欸，不然很难呢。哎、欸，我挑错，一开始不能挑什么本圆啊？哦，这么难哦。月肉圆顶。圆肉圆领嘛，圆可以这样吗？圆肉圆领，我看颜色，我从平常都从下面念上去啊。什么什么？原住民烤肉吗？该，你是不是找到了？好屌、哦！我没看到、哦。一百这个好了，好。那你要不要辣？我不用，不用辣。所以这个是山猪肉哦。原住民山猪肉，重了，原住民山猪重了，完了，我开始会结尾感到难过。哎、欸，麻，什么麻？好、哦，谢谢。再来就轻松了、啊，肉感觉很简单，真的。有什么麻、啊？怎样？啊，肉圆可不可以？其实肉圆就结尾圆啊，还圆哦，对哦，圆柱饼烤肉。喂喂，换一个，肉哪有肉？肉就没有肉什么的吗？现在结尾是肉，现在肉，然后接到麻，应该没什么好接。先想到有什么什么麻，哪个麻都是第一。我要控诉，这种东西在台南都叫肉燥饭，肉燥饭，它叫卤肉饭。它现在还有份达成目标，卤肉饭，它叫肉燥饭。哦，这全部都是卤。没有，我们不鼓励吃肉跟大麻，没有肉随便你啊，但我们不鼓励吃大麻，犯法的。肉的话，你们大家各有所好。著名
肉一定很好找，一定比圆好找。到底是怎么找到的？肉 OK 啊，肉其实蛮，肉其实都放在第二个，我第四个，猪肉、牛肉，肉都在中间。肉香肠，它叫三，它为什么不能叫肉香肠？你可以把它遮掉，怎么改一下？后置吧，长了。你说后置把它后掉吗？好像可以，然后我就直接用讲叫你把。什么肉丝炒面？哪里哪里？哦，所以肉丝蘸炒饭，你要吃炒面还是炒饭？都可以。去里面要看，要看哪个比较好接。对对对，面比较好接还是饭比较好接？饭卷面面慢饭好像比较好，都不好接。饭比较好接。老板，那个。我已经想到一个绝佳妙计，直接结束游戏。老板想什么吗？老板想好那个什么章，因为后面有麻嘛，所以就是章鱼烧，然后都会有那个芝麻口味。然后呢，饭岛爱章鱼烧芝麻口味，就是这个感觉。老板就你就帮我 key 饭岛爱，然后你把就帮我 key。饭岛爱，然后章鱼小丸子芝麻口味，结果他现在没有芝麻口味，怎么办？还有什么？还有那种，还是那种那个啊，是那个那种那个啊，那个什么啊？那种叫什么？红豆饼？没有看到红豆饼啊？红豆饼应该会有芝麻口味。没有看到红豆饼啊？肉丝炒饭，干白痴，后面有饭卷，面也接不了嘛。该不会没有吧？没有就尴尬，我也耍不了赖。学到教训，下一次的夜市我不会再点饭结尾的东西。收尾，找个地方收尾。好，那我们非常成功的失败了。我一开始没有想到饭结尾的东西会这么难。我们甚至我已经有找到那个麻结尾的，像是那个什么，那个雪花冰黑芝麻口味跟那个红豆饼黑芝麻都已经找到了，但是饭却接不到。然后我们已经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了，所以应该就是失败了。那你们下次想要看到我去什么夜市的话，留言跟我说啊，失败的话有什么惩罚，你们也留言一下，因为我真的想不到要怎么惩罚我自己。我就是现在想不到，那不然我就大喊个什么我爱麻油鸡，就当作结束。哦，我这个看，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凶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吗？要不然你要怎样？那就扶你身底下。啊！我坐不起来。你吃太多了。我应该说养不起坐的，应该有。
五下了吧？好，好不适合当兵哦。下次要去什么夜市留言跟我说。我是远近，我们喜欢这里面帮我订阅这频道，按赞跟喜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最后可以失败。最后可以失败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还想要看我们去哪个夜市挑战？这样有点尴尬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每个夜市的东西都差不多，所以每个夜市都失败啊。你就可以还可以上一些那个整个荧幕变黑白，然后打失败。